全新的 Kia EV9 优雅现代无忧从容，成就了一款时尚的电动车。它不仅散发出一股宁静的当代气息，还展现出了一款大胆的 SUV 所需的自信坚定，准备征服各种的路况。 Kia 充分的发挥了 EV9 的长轴距以及所采用的革命性 eGNP 平台所提供的完全平坦的电动车架构，成就了宽敞的驾驶空间，所有的三排乘客都可以享受到像 VIP 贵宾室一样的舒适空间，并且让乘坐的家人朋友可以轻松的互动，而且对于驾驶者的座位啊，也是创造了非常休闲的一个驾驶的氛围，尤其当你在等待的时候啊，这时候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自己。同时由于 Kia 独家搭载了 76.1 千瓦的电池，让后驱标准型的车款获得了卓越的纯电续航里程，而后驱长续航版的车款和全驱性能型的车款都搭载了 99.8 千瓦的电池，为你提供卓越的一个性能表现。 EV9 也充分的利用了一些最先进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的一个技术，向完全自动驾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 Kia 的全新高速公路驾驶助手HDP 系统在一些市场上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有条件的三级自动驾驶，它配备了15个传感器，包括两个激光雷达，使其能够在全方位的360度的一个视角内扫描和检测物体，以便系统能够在毫秒内对道路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做出反应。透过 Kia Connect Store，客人可以在不必前往经销商的情况之下，不断的升级他们的 EV9， 以升级车辆的功能和服务。客户可以以多种方式增强他们的 EV9 的功能，例如最新的数位格栅灯光图可以轻松的在 Kia Connect Store 下载，而且多亏了世界首创的专利啊 B 柱连接结构技术，此结构的一个设计啊，最主要是在强化碰撞后的能量的分散，使其提供卓越的乘客保护水平，让整体的安全性能大大的提升。哥觉得在 Kia 这几年啊，不管是在它的外观或是在它的内装还有安全性啊，都大大的提升。喜爱纯电 SUV 的朋友们，此款全新的 EV9 啊，绝对是你在购车时啊所考虑的口袋名单之一。希望哥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，记得订阅按赞， See you next time。